3, 2, 1 专精菲尼克的不是，我是小草月，这一场是菲尼克的实战解说。那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可以帮我点个喜欢，同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更新通知。那在左下角可以看到出装奥义。那么这一场菲尼克呢，是先开一个红 buff。那以往大家听到的音乐呢，都是比较快节奏的这种重低音。那我们今天听一个轻快一点的音乐，之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狐狸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叙述从前从前有一只狐狸，它在野区努力的发育长大，但是在途中遭受到许多的波折，但是最后它依然是努力不懈，然后成功的拿下胜利的一个故事哦。那我们这边先吃掉这一个蓝 buff， 迅速的将我们的状态给发育起来。还可以看到我们菲尼克吃野速是非常快的哦，在1分11.12秒的时候就将野区全部给刷完了。我们来到中路，试图去对卢俄做一点骚扰。那他还选择来这边利用他的免疫bait一波，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达到我们要的效果了，就是将他给打残，那帮助我们家中路的阿莱斯特度过前期比较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这里看到一只肉食性的熊猫，我们这边赶快跑。但是同时中路又被对手给抓到了，我的美娜是阵亡了，没有关系，我们这边还是可以稍微迅速的将兵线给清掉，之后呢守住这个中塔。到这边状态不好了，由于我们的人阵亡了，我们这边要选择放弃掉上面的那条古龙，那回到我们家的野区去将血给吸起来。然后呢，打着打着发现了一只落单的阿杜恩，由于可以看到小地图上的这个古龙是刚消失哦，所以对方人都在上半部，那我们就成功的单杀掉了对方的这个阿杜恩。但是由于状态还是太差了，我们要选择放弃掉魔龙。虽然前期会有一个等级上的弱势，但是现在的这个射手版本已经将魔龙在前期给的经济跟经验值调低了，所以呢，我们只要能够抓紧时间去发育，那我们同时就可以将这个魔龙掉的经济换到我们身上哦。但是队友的等级就会落后一点，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做到一个适当的交换，我们就是一个平局的状态。之后呢，我们入侵对方的上半部，将两滩野怪给吃掉，同时拉开打野的一个差距，之后再回到自己家的野区去将这个蓝 buff 给收掉。那这样呢，我就比对方的菲尼克多了接近一半的野区的经济。那这边呢，看到了一只罗，我们的阿斯特大绝定的非常快哦，是成功击杀掉了。那我们这边不加位技能去抓对方的菲尼克，因为对方的熊猫消失了。那菲尼克的二技能释放有两种原因，一种呢是你确定你进场的时候绝对不会被集火秒杀，那第二种呢，就是将位技能扣着拿来逃跑使用，所以菲尼克所有的一个输出来源就在于他的二技能使用。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站在一个可以稳定输出又不会被对手抓到的一个位置，这位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边呢，由于刚刚打赢了一波团战，我们可以将整个野区给限制起来，就利用了这个大绝限制对方走位，但对方小丑来支援呢，我们这边抓到了对方的小丑，就成功将他给击杀掉。之后呢，我们这边是看到阿莱斯特交了一个神奇的瞬移啊。那如果现在打我还是非常痛的，我们这边赶快果断的撤退。之后呢，回到我们自己家的野区，持续的去发育。那由于我们有出到打野庄的关系，我们现在吸血能力是很好的。那我们趁这个时间点呢，对方想要推中塔的时候，从侧边丢一个大绝，迅速的将兵线给清理掉。不过很可惜，这个大绝伤害打小兵还是不太够的哦，所以导致中塔是瞬间掉了，没有关系。那这时候发现对方在吃魔龙，我们一样是直接前往着上半部，将这个蓝给收掉之后呢，先去吃掉上半部的古龙，同时入侵对方的红区。那这边呢，可以看到是一个 bug 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卡在墙上。
可能是我们吃了太多的经济变得太胖了、哦、导致过不去。那没关系，我们一样入侵对方的红区。但这时候看到对方的菲尼克，我们等级是比他高的，我们只要直接站着跟他对射，我们的装备领先是绝对可以打赢他的。这边呢，将他给击杀掉之后，利用二技能成功逃脱。之后看达莱斯的定到了熊猫之后，再补上了一个印记。那这边已经确定他会阵亡了、哦、之后呢，我们将兵线给推掉，试图去推这个中塔，但对方已经来防守了。我们稍微拉一下距离，释放一个大绝。那找到一个好位置之后，这里由于对方小丑要抓我，我们利用二技能逃脱。之后呢，收掉对方残血的罗尔，我们就可以直接成功的将这个中塔给点掉了。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入侵对方的野区，将自己的血量给回起来。那可以看到呢，我这场是没有回家过的、哦、只要我有野区能够发育，我就能够将自己的状态给回起来。那我这边呢去抓对方的狐狸，但是由于对方狐狸很痛，我们要特别小心。我这边吃了他的两下普攻之后，三下赶快利用野怪将自己的血量给吸起来，然后交给队友去完成这次的击杀。但很可惜没有，那我们这边帮忙丢一个大绝限制一下对方的走位之后呢，我们赶快回到自己家的野区发育，顺便将状态给回起来。那菲尼克吃野呢是全传说对决里面速度最快的一只角色，而由于他的这个一技能的印记爆发伤害，基本上只要一套就可以将一滩野怪给收掉。那同时又是远程再加上有位移，所以他在清野速度上是完全没有人追得上的。那我们就好好运用他的优势来加速我们自己的发育。我们这边来到中路做蹲点，那是看到了一只阿杜恩，我们先丢大绝一技能，之后呢再利用二技贴身瞬间将他给秒掉，然后再将对方上半部的野区完全都掠夺一空。我们这边呢其实是可以去推上路的这个塔的、哦、但吕布是跑过来帮我们吃这个古龙了，那我们就去帮他推塔。那推完这个塔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尝试跟吕布去压这个二塔。那这边看到了一个熊猫，是一个野外露出哦，他以为没看到哦，但实际上几万个观众都看到了。我们这边呢是等待兵线进来之后，利用一技能去压这个塔。那我们将二技能扣在手上，就算熊猫上来要打我们一套，我们还是可以逃脱的。那我们只花了一秒多的时间就将这个塔给点掉了。我们这边利用一个大绝限制一下走位，但实际上吕布只要进去扛伤害的话，我们这边是可以两个打全部的、哦、那么来到中路试图的直接扛着塔去拆一下这个塔，但看起来是异想天开哦。我们成功的将自己打残之后呢将兵线给清理完之后，我们回到自己家的野区去将自己的状态给回起来。那么迅速的吃完这两滩野怪之后呢，我们的队友是在下半部打起来了，我们第一时间回到这个下半部去支援我们的队友。那我们这边找到一个好的大绝释放点，先限制一下对方的走位，之后将这个阿顿给打残。那瞬间将给秒杀之后，将整个局势给逆转过来哦。就我们再到对方的蓝区，将整个野区掠夺一空。那基本上菲尼克现在就跟野人一样哦，我们什么都要抢，什么都不给对方吃。但是呢，我们这边我们的狐狸还是心地非常善良的，所以我们俗称它叫做好野人。那我们这边来直接吃这个凯撒，我们可以看到菲尼克吃凯撒的速度也算是传说对决里面最快的一只了。我们迅速的在四到五秒的时间就直接将这个凯撒给吃掉，之后呢再到野区将自己的血量给吸起来。那等待队友的一波集结，我们就可以直接强势的压对方的高地塔了。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古龙，等待队友的进攻，也等待兵线的到来。那队友集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强势的去压对方的中路。这边抓到了对方的阿杜恩，先利用大绝限制他，之后呢我们成功的骗到他交大绝出来之后，我们利用二技能逃脱将他给击杀掉之后，我们这边兵线已经进来了，我们迅速的将这个塔给拆掉。之后呢发现了这个熊猫还在下半部单机，那我们这边是可以直接结束掉这场游戏的、哦、对方的熊猫一定要回手。我们将这个中塔给点掉之后呢，直接转到上半部去推这个上路内塔。那由于兵线已经快进来了，但熊猫现在才在推我们家的一塔、哦、实际上时间是非常充裕的。那我们这边看到我们美奈控到之后，我们直接上去补输出，将对方的菲尼克给打残。那将这个塔给点掉了之后，我们直奔对方家里的基地、哦、
就将这个阿顿给秒杀之后，我们持续往前去平 A， A 掉对方非常多的血量，之后拿到了一个击杀，接着我们就可以迅速的将这个基地给拆掉了。那么今天这场呢，就是菲尼克的打野实战解说，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可以帮我点个喜欢，同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更新通知。有任何想法，也可以在底下影片留言告诉我。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